来自菩萨，大家阿弥。今日咱介绍了地藏菩萨《本愿经》演讲的第七天，诸位菩萨。那么《地藏经》经文伊内底伊安尼讲咯，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去九万不可随不可随接见，身为大中家主，时时有福福愿，施诸奋心积聚万行如来，是中家主见佛上好，千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行愿，以得此相，是施诸奋心积聚万行如来，故中家主欲尽此心，当时九万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是中家主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度众生，广结方便，尽令解脱。人我自心奉行佛道，以是以彼佛前立殊大愿，以今一切万亿哪有他，不可碎劫，上为菩萨啊。诸位菩萨，那么这段意思啊，是讲要讲释迦有做啊，伊继续甲文殊师利菩萨。这段是讲了讲，地藏菩萨伊过去啊，在因地也是同款伫这个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呢，无尽的实现呢，无尽的度化众生，其中一个典故就对了。那么注意听好，佛祖甲文殊菩萨呢讲，讲啊，地藏菩萨即尊大菩萨呢，在过去啊。不可说，不可说，劫前，哦，这个劫是无量数呢，我们过了千百万亿年就得着了。那么，伊曾经是一个中家主，啥物会叫做中家主？中家爱慈悲啊，第一爱有德望人，第二伊年纪才六七十岁，相当的伫咧地上有分量人，啊，佮同时为人处事啊。也是有这大众人群的肯定，做人该乐善好施，所以呢，爱具备种种的福德的，也这条件就对了。伊在做一个长者，也一个后生就对。那么，伊现在迄个时代时啊，都有一尊佛祖呢，示现伫这人间的所在。这个佛祖名叫做是施诸奋心呢，积聚万行如来，为名真长啦。其实就是施诸奋心呐，如来就对了。那么这个中家主啊，看到这个如来遐尼啊相好光明，哦，相貌堂堂啊，所谓啊三十二相八十随缘好呢，会看你家地呢，从起欢喜心起来，现今成大殿流罗啦。因此呢，抱着欢喜的心情，移动伊脚步呢，从来家这个。施诸奋心积聚万行如来，伊个面头前就问这个佛祖啦，伊问讲，请这问佛祖，佛祖，
你是许什么愿，行什么大行，才会得到这三十二种八十随行好的庄严相呢？那么这个世诸奋进继续万行如来呢，伊准向这个中家主呢，伊呢给伊回答，伊讲啊，你想要证了这个三十二种八十随行好，像我如来同款这款的庄严相呢？会记得哈，爱安住。你需要呢，度脱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哦，每一个受苦受难众生呢，会当离苦得乐。在人世间的如幻如化，苦空无常无我，因此呢，爱好好修行，况且人爱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来修行啊。如果你当令这众生呢，来离苦得乐，转离为我。出离三界，度脱众生呢？安尼自自然然，到我就得了呢。这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故，看我如来同款。注意听哦。说来去啊，这中家主呢，听你个在讲，哦，原来如此。我要得了一个真好真好的果啊，安必须要有一个精因的，无有这个精因，果如何得啊？上好光明嘛是修来啊，爱广度无尽的众生啊，伊知影，因此啊，这中家主呢，就向这个世诸奋进，持续万行如来呢，伊头前脚跟跪咧磕磕，手合掌，就开始发愿啊，伊发讲：我今尽未来劫，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度众生呢。公式方便尽令啊解脱离我自身呢方成佛道啦，这个话就是有名鼎鼎地藏菩萨伊所讲的一般叫啥众生道尽方成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原文啦，就是为这些长长的这些文章呢给浓缩浓缩四句就对，那是六道中六道中所谓众生呢，无道尽无成分呢，我地藏决定无成分呢。我们成分呢，一定要度脱所有所有啊，这六道受苦罪苦众生就对了。用尽各种的方法宽教是教，一切方便无非就是引导众生呢来得离解脱。那无呢，我绝对无成分。因此发这愿呢，准哦，惊天动地啊！注意啊，这不是普通人发得出来啊！注意啊！虽然以后佛的弟子呢，个个啊，那也拢按照着诸佛菩萨的愿来行，其实咱讲该明该清楚啦。以后佛的弟子啊，卖发愿便罢呢，那便发出来愿，拢总是过去诸佛菩萨已经发完发了啊，就对啦。你个发的愿偌庄严，偌呢深沉，偌广阔，什么心包太虚，两洲三界度尽众生，什么成佛，发的愿啊，个偌漂亮，偌水，偌庄严呢？过去自动发了啊，咱只是呢，遵循过去的先贤，过去的诸佛菩萨呢，伊的愿哦，伊的路，伊行过种种圣迹，才后壁去行而已啊。并无个有一款的创新，或者是有其他个特别较稀奇的啊。只是讲名词无同款，方法稍微有差别，但是理论拢总同款啦。虽然做伙地主也无有啥物货呢，还搁伫遐标新立异，吼，还搁伫遐显异啊，互人感觉呢足玄妙的，拢总无。佛教就咧清清楚楚，甲你讲足好势啊。真地藏菩萨发这愿啊！以后真地出家的出家众，那是真地在家菩萨啊，发这大大愿大大愿，较按照法度无法度离开佛菩萨，伊是清净大愿呐。只是按照过去诸菩萨大愿，佮佮发落去，安尼绝对无唔对啦。对菩萨，那么在这所在又讲一个问题啦，准地藏菩萨伊发愿。要来度脱所有众生，那是这众生
无成分的地藏菩萨都无成分啊！伊讲至今呢，已经百千万亿亿呢，遐尼久的岁月呢，地藏菩萨犹原要去做菩萨。啊，那安尼讲起来，是毋是地藏菩萨无成分呢？这个问题了，后边再讲。哦，咱先来讲一个问题：这庄严上是毋是会当度众生呢？这是肯定的。像讲地藏菩萨呢，伊看了这个所作奉行持续万行如来，伊上好光明庄严呢，因此伊的善根无形中怎啊搞出来，当下流露出伊善根就对了。所以咱讲念到庄严，必定是重要的。伊是软体，软体庄严，啊，这个外在相貌庄严，叫做身教庄严。那么这是硬体，其实软体也好，硬体也好，拢是同一体啦。你的心地若无清净庄严呢，那么你的相貌也是同款无清净无庄严啦。那么你心地若清净庄严呢，你相好就光明，所以是一体。可所以我在这个所在要甲注意讲一个问题啦。相好庄严确实会度众生，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啊，那看到出家人伊上好光明庄严呢，伫行路，伫礼佛，伫拜佛，伫坐禅呢，看伊个模样啊，我无形中呢会欢喜个，有阵时啊目屎会滴落啊。我相信目屎会滴落啊，我相信这是过去成就咱自己啊。我那伫个三宝门中有功德善缘，凡是听过法，受过行。无听到咱过去成长，也是出家人，也无健康。因此，看到迄个经营，在咱的强固、咱的地背阿拉意识心内呢，都迄个经济都像搞出来同款的呢，现变成流露出来。哇！那一直欢喜，一直欢喜，欢喜个唔知要怎形容呢？唔是世间的语言文语会当表达的，重视内心嘛，凌乱自知啊，无可言说啊。所以简单讲。我相信这庄严上会度众生，我嘛要讲话，每一个人都无愿意讲，我希望要生到一个歹女白琴的呢，生成歹女呢，人看你甲坐成孤单，人世间人讲看你甲坐咁样感冒啊，这意思就是讲，伊相貌啊无好看，人看你甲坐反感，啊，看你甲坐呢未起欢喜心，所以呢，咱若要用看你甲坐起欢喜心啊。佛祖呢，伊甲文殊师利菩萨安尼讲，伊讲啊，这个三十二相，所以这个着，你爱无尽呢，在这个娑婆世间，爱看众生功德善缘，度脱一切罪苦的众生。啊，一般讲叫做灭火降伏啦，这也是在度众生当中爱具备的，这也是在修行爱具备的。在这所在，我也注意讲。咱修道不但念教爱庄严，软体爱庄严，同时这个外在硬体也爱庄严。所以呢，咱也是给出门啦、啊，所以咱的衣服爱穿爱庄严。哦，这走路要有走路款，讲话要有讲话款，困有困的款。在行住坐卧四位仪内底呢。你身教爱庄严，安尼呢无形中会来摄住众生，众生看到咱的庄严的状况之下，伊当然就好感，因出去讲话，因才听会落去。无你相貌生得甲地呢，奇奇巧巧，相貌生得甲地呢，人讲生生面生生面啊，我看你甲地做歹人拢免化妆的啦。安尼未成讲话上倒单，你恩灵度化众生呢？所以呢，相貌庄严，我自出家到即马咯，一直发愿，这四个人都已经做缘投啊吼，安尼阁无够，后出世阁较缘投咧呢，较庄严的，庄严甲宏观到咱的时阵哦，准强要倒头栽，听无？啊，咱一讲经了呢，伊当下就栽落去啊。意思就是讲，咱的相好庄严，宏好感，好感了呢，咱的功夫力，这如本法师哪呢？相貌庄严，这有可能有修啦。那无修透，又滴到迄条，那亲像人的面呢，无唔对。所以呢，
相貌庄严，就是度众生一款的方便啦。有需要，你莫讲是出家相貌庄严啦，咱做着在家居士，咱的相貌庄严，咱伫各种大众人群的场合呢，你徛当遐，哦，安尼，这人一枝独秀啊！你伫大众外面，互看你较济呢，哦，你数千人的当中，这人足特殊呢，足独出的呢，很突出呢，无唔对啊！我时常伫大众人群当中，看真济真济查甫囡仔哦，哦，咧足特殊的，一千多人的当中，都单独这人很突出就对了。迄相貌庄严堂堂呢，足成大众有相就对了。啊嘛，看真济伊女性朋友，哦，你看你个地吼，足成观世音菩萨的呢，迄相貌堂堂啊，迄人看你个地会起欢喜心，但是这欢喜心袂起淫欲啦。宏观你个地呢，迄相貌呢足尊贵的，宏观你个地足超人呢，看你个地足出色，看你个地宏你感觉哦，这人亲近伊足好，足有安全感的，这人呢是贵人，哦，所以福禄寿拢具足啊，唔是老光飘呢，福禄寿有福有禄有寿啊，宏观你个地哦，这人开始有寿啊，可见呐、啊，卖讲是。出家度众生，爱相貌庄严。咱伫社会上人群，伫公司工厂啊，咱伫社会上种种的政府公家机关呢，咱相貌庄严，这总是真好、真好、真好滴啊！好，诸位菩萨搁听好。在这所在又讲一个问题啦，就是讲了咱自己是毋是一定非幸福不可呢？所以听好，地藏菩萨讲，伊今嘛，伊甲目前经过百千万亿那呢，啊，由他的结束呢，伊还阁要结束菩萨，其实对，你若是幸福了啊，啊，唔免讲执着非做福不可啦，因为福啊是一个假象的名词而已。咱当初讲，咱袂讲这福的名称啦，咱讲福甲当作是款的哦，石头啦。我要升石头，哎嘛是可以啊！因石头是加上名称的施舍而已啊，的施舍而已啊。你有法解释，吼、哦，这石头甲当作是安怎？这自觉觉通觉性圆满嘛是可以啊。啊，你何必就一直执着讲一定爱幸福呢？所以，佛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凡所一切相，皆是希望的存在啊。佛嘛是希望的啊，何况幸福？这款清净不可说不可说，迄意境根本都未讲伊呢，哪里即都是佛的存在呢？所以呢，哪里讲起来呢？佛无一定讲着爱，咱一定爱成佛。你用别款的名词，当初也讲叫石头啊，那嘛是可以。以后我要成石头啊，啊石头的意思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以后我要成石头啊，我无爱成佛，佛解当作是啥？是一款。哦，一天神，哦，爱个当作一款，哦，哦，对啥，哦，一只狗，哎，嘛是可以啊，啊，狗个当作佛，侬嘛可以，啊，未复名以前，这个名称当中会当自由选择，会当改的咧。我意思就是讲，这个定名是人为因素的，哦，当初来讲佛叫做石头呢，哎，石头嘛是佛啊，哎，对听有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地藏菩萨。伊老早就成佛啦啦，伊未直接讲我非用这佛的名称来安你不可呢啦，所以伊有讲讲，哇，已经到即卖咧，已经百千万亿亿年啊，啊，百千万亿亿劫呢，伊有缘要做菩萨，原因在这所在，因为地藏菩萨啦，已经过佛啦啦，你放心啦，唔免讲非，就讲以后我嘛无一定讲我执着，我以佛的身份来人间啦。我嘛当是现菩萨啦、啊，啊，虽然我是现菩萨，但是我的各位已经成佛啦。所以成佛是一款方便的案例而已，哦，哎，最清楚吼、哦。好，对个听好。下面我要讲一个问题，有人时常提起讲啊，讲哦呢，众生无量无边呐、啊，在度会真呐、啊。我听真侪社会上人。
看这地藏经啊，伊有所感言呐、啊。伊讲，既然众生度未尽，安尼唔度未幸福啦。我嘛要也对讲句话啦。我前两间有讲一个问题，无详细讲，我即马详细讲一下。安尼佛啊，伊讲有三不灵啦、啊。三有个三不灵，第一不灵空众生界，第二不灵转众生的定业，第三不灵度无缘众生啦、啊。意思就是讲，佛祖伊老老实实、坦坦白白的，伊家己讲明，我如来无法度度尽天下间所有的众生，众生度未完、度未尽。伊会讲一句话啊，有人在讲，伊叫做不能空众生界，空叫度尽的意思啦。无尽的众生我度未了，可是你唔忘袂记一句话，重要就是后边这句。虽然众生度未尽，可是我如来度众生的愿力呢，是尽虚空遍法界永无止息的。这点才是佛祖伊伟大所在。伊度众生愿无尽，现在如此，未来如此，永远都如此。这是佛祖伊普度众生，徛伫时间的立场呢，伊永不改变的事实，不能空众生界，伊度未完。但是伊度未完，伊无尽的度，度一个算一个，度两个算一双，度三个、度四个，无尽的度落去呢。这就是佛祖悲愿不可思议啊！哦，所以佛祖啊，噶这点咱都做未到啊，无简单啊！噶度一个人要信佛，伊唔信佛，咱就直接皮皮出，直接规巴肚的心脏咁样跳出来啊！哦。安尼何况有无尽的众生伫后壁去扑你，伫咧等，伫咧等啊！所以咱应该爱时常看到佛菩萨的愿力，甲学习，多努力，多发愿。有一天咱的道心坚固，愿力坚固，智慧就无量，愿力就无量。所以爱无尽的发愿。佮第二，不能转众生的定业。佛祖家己讲，众生的定业我不能转。比如讲。你发生一件已经无法当改变的事实，这个业报呢，我佛祖无裁掉。所以佛叫做觉者，唔是叫做万灵的。佛无法当把这黄金变石头啊，佛祖无法当把石头变黄金，佛祖无裁掉，把这个查某变查甫，把这个查甫变查某，构成这个金性的定业呢，佛祖伊无法当把你改变。所以呢，有真济人拢把佛祖解释了唔对。讲我阿神通广大千变万化，你看伊安怎化，看伊安怎变，爱徛伫啥物立场来变，徛伫啥物角度来去变化，你袂当一概而论。用众生查甫查甫用个性果报啦，今生来讲就是果，啊过去为因啦，啊个性投胎转世做人啊查甫啊，你看查甫要安怎改变查某啦？你要安怎甲查某改变做查甫？我就想无哩。所以呢？要改变可以，爱徛伫时间甲拖长期来讲，今生无得改变，但是我今生查甫，我后出是不一定查甫啊。但是我法官后出是做查某啊，迄是假设啊，迄头壳判伊做查某，迄是假设啊。人慢慢要做男众生的庄严相啊，大丈夫相啊。所以呢，我在这個意思就是讲，佛伊叫做啥？叫做觉者。甲我人生宇宙的真理，不灭迄不造业、神通自在人，安对，安解释对。但是你袂当解释讲佛祖是万能的，佛祖会当甲地球化无去，佛祖有在了甲地球佫变出十外粒，无法度，毋是安尼，毋是万能的。你讲上帝万能啊，嘛是无万能啦，迄是好听名词尔啦。那假使讲上帝是万能的，安尼甲天下间所有歹人拢变好人啊？对不对？就免讲哦，上帝伫遐烦恼，烦恼讲哦，啊，那么多撒旦，撒旦就是魔鬼啊！哦，改闹下后脚筋，改糟蹋，改欺负，伊就免伫遐苦恼忧愁啊！是不是啊？万能的是真好一个名称，真水的一个艺术而已。伊实际上拢总呢无波一输啦。咱世间来讲美丽的谎言呐、啊，咱佛祖伊早未做着工课，伊也未讲许代志呢。所以讲，
佛祖讲定业不可转就是不可转。哦，啊有诶，即卖佛教界有一句话讲哦，讲定业可转啊，你爱念地藏菩萨咧，哦哦，灭定业真言会当诶改变你的定业，所以你看看什么定业啦？有真济定业不可转呐，你袂当一概而论呐。好、哦，什么感冒？感冒我甲注意讲，个性感冒就是定业，无你就卖得感冒嘛，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搁一只哦，这个定业中的不定业，就讲这个感冒会好，会好就讲这个定业呢可以好，叫做啥？时间性啊拖长期呢，就变成不定业啊。啊，但是因个性过不啊，就是啦，你非感冒不可啊，唔当初你卖感冒嘛，对不对？所以因解释哪对？搁一个问题，就讲你就癌症，啊，这个癌症来讲呢，就是定业。你无在就医好啦，无你个你佛祖你五教啦，菩萨你五教啦，你这个技术你个人加五教啦，你有在个转啦，无在掉就是无在掉，不多生两粒癌你啊，你乖乖准备哦，算馒头啦，准备一下算下就对啦，像阿平哥就听我算三个月，算九十粒，度过一天的算讲八十九天，啊，佮度过一天算八十，算九十八天。如此一减少，最后呢，生命船甲拖起来呢，甲砍掉起来。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呢，这定业，我是徛伫咱立场来讲。那么，若要修行要转定业真简单，因中来转，果报不能转。这种过程已经出世，你是女性朋友啊，今生来讲你转袂过啊。你创人用人间科技医学个进步呢，甲你这女性个。哦，生殖器官呢，给刮起来、淹起来呢，搁到男性朋友物件呢，也是同款。女性就是女性，你的心理意识转袂过啊，哦，业识转袂过啊。纵然身躯拢经营美容改观呢，但是你心意识犹原搁是女性。所以简单讲，男性也是同款，甲男性的身躯呢，所有美容经营改观呢，你也是男性。所以讲定业呢，徛伫即个时间内底讲做定业，但是时间若拖过，哦，后出世来讲，即未必然你着做查甫安尼。你查甫囡仔想过头爱水，想过离谱吼，爱抹粉点胭脂吼，嗅芳水吼，有女性习气，嫉妒万妒疑心哦。你做女人的迄款业识后卖呢，你后出世变查甫去。所以先讲啊。要愈转愈转男心，男转女心呢？即要看你业识如何呢来决定的呢？所以我简单讲，今生是男人，即定业；对后出世来讲，伊未必然是定业啊。果是无法转转，会当转，迄叫做不定业啊。所以定业佛教讲有定业不定业啊，何必就讲非甲即定业硬要拗过就对啦？即我讲吼，因误人子弟，我发觉真侪出家人啊，那乱说一场呢，结果呢乱了佛法一本意义，安尼呢又做叫冤枉啊。所以咱佛教一句话讲，讲离经之义啊，皆为魔说；依文皆义啊，三世佛冤啊。你甲佛祖义理解释了唔对呢，安尼你看十方三世诸佛呢，结冤冤来，这结冤冤是。加一个话啦，其实佛祖怎袂害你啦？啊，你甲佛祖唱反调啊，甲佛祖字你解释唔对伊啊，罪过无量啊。好，佛祖第三款叫做不可能叫啥？无法度度迄个无缘的众生。佛祖家己讲的啊，众生无缘，我度袂行，就是度袂行。因为啊，众生的业啊重啊，啊，障碍自己呢。唱人我好以为讲呢，也都未惊。佛祖前卖呢，有一处啊，有一个老菩萨呢，年纪差不多六七十岁啦。佛祖啥物人都有在条度来成佛，就这老菩萨呢，伊都未惊。佛祖盖慈悲放光回看哦，伊也无咧信半道呢，伊见钱拢信鬼道哩。啊，佛祖呢也好以为讲，伊嘛听袂得，摕物件要给伊，伊嘛无爱。放光来看呢，伊面上砍起来，伊无爱
接受佛陀的好意。佛陀在讲众生无缘，亦不能度，有三不能之。啊，唔是讲今生度未行，就永远尽未来世度未行呢？但是区别性、一时间性度未行，但是时间久长去了，未来未必人工度未行啦。你搁听好。那么有一次啊，佛祖呢有一个囝叫做卢修如啦。那么这老阿婆看这卢修如十二三岁啊呢，看真古锥真可爱，因此呢看这囡仔出家呢趣味啦，啊全参囡仔人顺起来就对啦。啊囡仔呢再甲伊讲佛佛佛来互伊听，啊然后慢慢甲伊算佚佗呢，哎，结果啊带去佛祖听经，慢慢甲印入来呢。原来佛祖就讲话啊，伊讲这老阿婆啊，在无量劫以前曾经啊，伊在煮食的时啊，这个佛祖呢，伊在阴殿呢曾经甲这阿婆啊嫌讲，啊你菜煮了实在无好食，伤过咸的呢。因此这个阿婆啊，怀恨在心内，因此呢，就咧争执在心内啊。经过投胎转世看佛祖，也是未起怀疑心。那么这个罗修罗在过去阴殿啊。我那是出家人，伊甲这阿婆安慰，讲不要紧，佛祖啊，这个修行人，这出家人是好意的，哦，咱呢爱相信的话，哦，咱好好精进用功，安在阿婆的心目中呢，建立一个好的观念，因此呢，经过几啊些投胎转世呢，拄着如何如何啊，如何讲话一听下咧，啊，这叫做讲话一听下咧，你来看，是讲结善缘，含结恶缘呐。会当论定以后伊善恶出来呢？我嘛要讲话，你即摆道义未行，叫做无缘，这是今生来讲；但是真未来时来讲呢，这未必然就永远道未行呢。所以讲，天下间无绝对的无缘的人，也无绝对的这个无缘的人，甲有缘的人。第一，因为随着善恶之业起起伏伏嘛，一个结恩怨，啊，一个结善缘，结好结歹，结善结恶。结是结非啊，因此构成这业报就对了。所以万安注意，在修道过程当中爱结善缘，这点是最要紧的呢。好，注意听好。社会上各流传一个问题最要紧的，伊讲啊，地藏菩萨是观音的啦，尤其啊一挂啊咧在家人，啊有真济吼，冒充出家人的，啊讲这地藏菩萨是。这观音呢？哎呦，诸位菩萨啊，慢慢做这个口业，遐尼啊严重代志呢？什么地藏菩萨观音的呢？你啊看地藏经看卖啊？我讲你啊地藏经，家己探讨，去研究，去加读几十遍啊吼！你这句话，你会真见效，随时读起来呢？用三龙法师赶紧以最快速度呢，唔免经过脑筋考虑，啪啪！我答你，你唔敢讲这个话，因为强固力有强固，有迄个证据呢。一在妙想地藏菩萨，伫三千大千世界，伫六道中无尽的度化众生，哪个所在度众生呢？所以讲，用地藏菩萨观音呢，观地角尔，观恶鬼尔，这只是六分之二呢，过六分之四啊。我嘛要也随讲。唔，地藏菩萨落去地界去度众生尔，诸佛菩萨照常落去地界去度众生呐。唔敢讲地藏菩萨尔，啊，你讲地藏菩萨去观音呢？讲释迦佛祖嘛是音呢，因为佛祖有当时嘛落去地界去度众生啊。哦，有诸佛啊，哦，阿弥陀佛啊，伊嘛有当时落去地界度众生啊。因所有诸佛菩萨变音啊，所以这叫做讲叫做妙论，妙论就是讲哦。很荒唐啦，讲这拢无根据的，伊话伊要安怎讲就安怎讲呢？来耽误众生，误导众生，和众生呢去恐慌，从起迷信起来呢，错了错了。所以这款啦、啊，人衰啦，较早都有一款迄个假出家人吼，啊，四界乌白讲呢，吼、哦，啊，技术对伊听听了后阵中毒啦，讲地藏菩萨观音的呢，啊，莫怪啦。不过社会上人咧流传呐、啊，因为真侪佛寺哦，伊咧地藏殿咯，哎讲咧七赞塔拢供地藏菩萨，
在迄无形中，就激发到互人心理意识，讲地藏菩萨是观音呢，观骨头啊，这拢都唔得位啊注意。其实地藏菩萨，我最爱拜地藏菩萨，我最爱念地藏菩萨。我有讲过了，我所以要来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我是13岁左右时啊，我曾经念地藏菩萨本愿经，跳一尊呢，足清芳清芳的。乌金香的香味啊！阮家无点香，厝边隔也无点，厝边隔壁也无点。我闻个地足清凉，足欢喜心，神清神悠咯。我一个愿，以后呢，我若有机会出家修行呢，我来讲地藏经菩萨一点呢。注意你想看卖啊！所以地藏菩萨冇感会何人呐？有恩惠何人呐？咱做伙地主无理由啊！来呢，安怎？甲地藏菩萨讲是伊咩啊？哦，所以讲，迄人我敢讲一句话，对地藏经的内容完全无去读过，读过的话正也捌伊道理啦，无去研究，啊，凭伊家己意思要安怎讲就安怎讲，安尼叫无尽的造业。所以讲，既然不了解经典，我们就不要讲经说法。啊，你唔知啊，佮一直听一直讲啊，哎呦，误导众生。相嵌入火坑啊，这个行不得啊，行不得。所以地藏菩萨决定是在六道中的度脱众生啊，伊才无讲啊。地藏菩萨跟你讲的啊，我搁念一遍哦。哦，像咱张居士，哦，这义务呢，搁讲一遍，搁看过哈。地藏菩萨，伊在因地叫做中家主呢，伊发愿言讲，我今呢。尽未来尽，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的功德方便，尽能解脱，以我自性啊，自心呢，奉行佛道啦。依此因缘，伫佛祖头前入大愿啊。那么，罪苦六道众生，我有讲过啊，地狱甲恶鬼，这是六分之一。过六分之四啊，啊六分之是阳的呢，唔是阴的呢，所以呢，咱无理由啊来讲地藏菩萨是观音的，安尼是唔对的。迄是社会上的报章杂志，迄会无水准啊，乌白报啊，啊加上一些电视电影乌白报乌白做呢，拢总无按照经典照起工来啦，按步骤般去演的，迄电影拢会电罪啊。哦，啊，卡了就掠飞箱找查某，啊，挖一空呢，啊，查某惊遐过了后，啊，等补伊窟窿里，啊，然后遐飞箱准掠去哦，暗时啊，准呢，准呢好势呢，啊，冤枉呢，就丑化佛教，后卖呢，命中啊，弄对了，迄有怎讲呢？乃是董主义啊，你滚球呢，要甲冤枉看，要博得很多票数，票数呢，互人刺激。互人稀奇，因此怪了足侪人的票源呐、啊，互人听稀奇呢。即开玩笑，拢做啊就恶因呐。做机会想啦，即种后摆有事搞滴，千万莫做开玩笑代志呢。咱来因正派，哦，佛教有佛教正派，儒教有儒教正派啊，道教有道教正派啊。啊，莫讲跟因儒释道伫遐拉来拉去，正来正去，啊，交心机斗工呢？这罪过无用啊！哪个儒教赞无安尼哦？道教赞也无安尼哦？佛教赞无安尼哦？因总是唔好哦，所以讲慢慢注意呢。咱要看一个剧情呢，咱有智慧，莫有就讲赚一寡钱哦，啊无一套呢，无甲外国一撮，总是唔好呢。哦，这是咱一番的可靠布言哦。这以上所讲，就讲地藏菩萨。哦，咱后尾个偏讲是观音呢，咱地藏经啊，伫看卦呢，真系五言主题啦。好，对菩萨阁听好，地藏经伊内底伊个讲话啊，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佛护愿，觉华定住大王如来，悲愤的寿命。400,000,000,000,000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波罗门女，悉诃深教，众所钦敬，
人主自我，诸天为何奇妙啊？信邪，上天三宝，时时圣母，广设方便，款又奇妙，人生正见，日出如妙，未转生信，不救命中，分身对在无间地狱，是波罗门女。地妙在性，不信因果，皆当随业呢，必信恶处，随灭家体，广求香花，执诸穷苦，以身佛踏实，大兴供养，见觉华定住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时中，所谓为荣。端严必备啦，好，落入长经文啦。伊这意思简单讲，就讲我这地藏菩萨啊，伊个除了誓愿中价住以外呢，伊今麦个誓愿一个波罗门女，又个是一个典故啊。但后这地藏菩萨伊誓愿这个波罗门女呢，如何来作为菩萨？伊个大众生的一款见证呢，在本文当中伊讲得清楚。因为啊，地藏菩萨伊在这段就是一个孝女啦，伊在孝顺伊母亲，伊一个典型的模范。到底是如何呢？搞到念个文明文啊，注意听嘎嘎嘎嘎，真忝。伊白话文就是安尼讲，伊开始讲啊，讲过去啊，在这不可思议。哦，不可用这语言论语啦，都想未到的，讲未到的，无量劫足久足久以前，佛经定来叫无量劫啊，哦，无量劫以前呢，哎，有一个佛祖来人间，这个佛祖的名叫做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在这人间来出世。那么这个佛祖伊的寿命呢，有偌长呢？拢总有400,000,000,000呢，阿僧祇劫。哦，这天文数字呢？我常讲电视机切到切到歹去呢。这天文数字啊，太久太久嘞。好，我400,000,000,000的阿僧祇劫，遐尼久啊，遐寿命都长的就对啦。凡有正法、相法、甲末法啊，好、哦，遐三期内底正法期、相法期、末法期啊，当中伊相法期啊，都出现一个啥波罗门女。所以，咱即摆讲伊头前啊。波罗门女就是地藏菩萨来示现的啦。而这波罗门女呢，因为伊啊过去生中有修足济足济福报，听真济真济佛法，因此呢，修习每一个这个福报因缘、地位因缘呢，在一心当中。那么，伊对呢所谓这三宝啊，非常非常的尊敬，同时伊也受别人非常的尊敬，就对啦。伊个行路，结困结坐啊，哦，位于端庄，天龙八部，诸天的解拥护啊，伊平安就对啦。可是啊，总是安尼啦，世间事无断，是断是美啦。因妈妈呢，都信外道啦，信外道都邪知邪见啦，叫做奇妙信邪，信外道啊，偏见哦，极端。啊，毋着无信鬼神，无信佛菩萨呢，因此信邪邪见。那么时常呢，来藐视三宝，轻视三宝，毋是谤佛就谤法就谤经啦，诽谤三宝啦。因此呢，在即款状况之下，作为伊查某囝，而且波罗门女呢，心情非常郁卒，但是又阁无可奈何。那么时常多番的。给老母给劝化，用种种的方便呢，来令因妈妈呢，给劝来伊正信做当呢。注意，那么虽然劝好伊正信啦，唔过啊，因妈妈呢，无得全部给正信落啊，十声听一两声呢，但不过是还阁未记得呢，无得全部呢，因应不变来正信这个佛法就对啦，啊，一直诽谤三宝呢。结果啊，因果互你袂招闪伫咧啦，互你袂气气伫咧啊！无偌久了，诸菩萨
这个婆罗门女因妈妈命重要呢，准对着这个无间地狱论，你会想看麦？那么对着了哦，这个婆罗门女啊，知影讲因老母伊在生时阵啊，拢邪知邪见，诽谤佛、诽谤法、诽谤经啊，做这个恶因就是知影讲这不得了，灭佛、灭法、灭经，伊就诽谤就对。在伊婆罗门女伊心内想。阮老母在生无正信佛法，阁诽谤三宝，唔相信因果呢？做遐是恶业的当中，照道理上讲，伊业呢会感召对这恶处落去。伊知影，伊比啥较清楚就对啦。伊呢，伊非常恐慌的状况之下，伊准呢下定决心，所以伊家底内底金银宝物啊，财产呢全部啊卖了出去呢。因此，将这钱呢。要向我祈告呢，因此啊，来供养佛祖就对啦。供养佛祖，啊，迄时有一个佛祖在人间，就是上法寺啊，叫啥？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伊从咧向我祈告，这所思所缘呢，摆伫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伊的面头前呢，诚恳的心，伊就顶礼，伊忏悔，替妈妈来消业就对呢啦。你注意听好，在迄个时阵啊，伊看到这个觉华定住在王如来伊相貌的庄严呢，因此啊，哦，心观呢就起一清凉，起一欢喜心啊。你也看，这庄严上一道的众生，你有在这所在。那么在这个所在，咱把这个经文应介绍到这咯，我就要甲注意结论一句话。因老母就是婆罗门女啦，因老母，因为伊啊，邪知邪见，轻视三宝，谤佛、谤法、谤经，起这邪念，诽谤三宝啊，一直骂出家人，一直骂啊，哎呦，注意啊，这种正啊，这对路的因啊，这就是因啊，因此呢，伊的心魂对着这个无间地狱，这就是果。构成因果的关系呢，所以在要结束以前，我就要讲一句话。我简单的解释，你若是做了因，就感召迄个果，果是为因来，无因就无果啦。所以我嘛时常讲一句话，因果你要甲相信，嘛是有因果；因果你唔甲相信，因果嘛存在。所以因果不是你要信不信的问题，是因为说你有甲做就因果，你无甲做就无因果。因果阁分作善甲恶，有恶的因果，有善的因果。啊，大家听因果，唔好伫遐恐慌、惊呀、紧张、皮皮喘呢，你唔免烦恼。因为啊，这个因果啊，你当做善会看过因果啊，真好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会当做出因果啊。会当做咧幻化众生的因果啊，是不是啊？无唔对啊！所以呢，有当时咧布地戏吼，哇！你也看迄老和尚出来哦，伊人劝人做善，劝人爱修行，爱布施、铺路、造桥、为人忠厚老实。哎，伊布地甲演演出来哦，哦，我外一人对这有够好感啊，功德无量啊！那么你讲，因这出家人也查某，哎呦，你何话一人？伊对有个有人无了解，佮误会啊，屈曲啊，你佮加添啊，挑话落去吼，哎，罪过无量。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功德兼罪过呢，都一念心尔啦，一念心尔。你要做善，也是你去做；做恶，也是你去做；做功德，也是一念心；做罪过，也一念心。你看你呢？自由意志伫你心内，你是要哪做？幸福也不离心呐，对乐也不离心呐，折磨也不离心呐，拢是心呢，以这个自由权利啊。所以有搞一句话讲：万法唯心所做啊。万法你要做乌、做白、做红、做青、做善、做恶，在你自己，你自由意志在你手中。我意思就是讲，因果。确实有存在，若无因果啊，我讲迄条做八家的水底啊，
世间上本来就一面因果啊。我讲过了啊，难道我讲佛法不是因吗？是因啊！你听了了，正信因果，了解因果，了解人生的契机，就是一面因果。你清楚，清楚就是果啊。说法就是因啊，了解了，你就是果啊。哦，电话甲炮刀，遐个呢？刀啊，甲暗有因果滴。安尼一边白一边乌，叫做乌白龙君啊。啊，你甲炮刀嘞，遐个，要变进来呢？安尼叫啥？炮刀就是因，面一个根根就是果，炮花就是因。面一面乌乌，就是果啊，噶唔是因果嘞？巴肚枵就是因，脚饱就是果啊。开车无正经，心情暴躁，开快车就是因，发生车祸就是果啊，是不是啊？你这剧情做好，会当度化众生，就是因啊。大家这个世间上种种一切因素呢，听你讲道理，因素大家正信。世间就是一面因果，大家人会当遵守这因果，人人道德甲提倡起来，大家人心向善，迄就是果啊。啥物事毋是因果咧？正知我就是因，以后修行就是果啊。煮饭就是因，你伫遐食饭就是果啊。是毋是啊？我甲你骂就是因，你心情未快乐就是果啊。是毋是啊？我甲你阿乐赞叹就是因，结果你的心欢喜，欢喜就是果啊。是不是啊？你认真用功努力就是因，结果啊，你受人尊重，你好业有钱，有钱好业就是果啊。你分担难事就是因，你善食就是果啊。拢总因果啦，找无一样物件讲唔是因果。我讲你找也无，找也有迄样物件讲唔是因果，你摕来看卖。世间上就是一面因果，但是一句话哦。众生生活在因果当中，伊不知不觉、不能自觉，迄叫做可怜。这话无因果，逐天生活在因果一点一滴当中，伊说无因果，迄叫白贼讲白贼，打妄语，自欺欺人。所以我佛祖讲一句话啊：因果不离生活，生活不离因果，因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因果。离开因果并无生活，离开生活并无因果，因果跟生活是一体两面说而已，同时是一体。但是要要讲话哦，因果不离心，心不离因果，离开心无因果，离开因果并无心，因果跟心是一体。安尼就有清楚哦。哇，这在你讲话当中呢，时间无因准咯。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呢，讲到这过一段路呢，会记下。咱是明仔载第八天地藏菩萨本愿经呢，同一时间再会。